娘娘。怎么样怎么样，真的假的？姑母居然同意了。贵妃娘娘已经答应重启马球赛了。你可真有本事，我姑母向来谁的话都不听，偏偏你这三言两语就能让她变了主意，你可真厉害。我新做的马球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。不过娘娘，你也不能光顾着开心，今日我帮了您一把，到时候也需要您帮我一把。何事？福晋，您看这时间都快到了，这赛马大会的衣裳我实在是打理不好，要不然您叫西厢姐姐来伺候。福晋，福晋，是要出发了吗？出发什么呀，这衣服都还没穿好呢。福晋，您最近是怎么回事？老是心神不宁的，要不要让爷爷去宫中给您请个太医瞧瞧？不用了，我应该没事。我就是最近老是不安，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事儿似的。是，你说这赛马大会我是非去不可吗？当然了，福晋，今年是您入籍的第一年，这都不去，恐怕不太说得过去吧。好吧，你慢慢来，别去打扰七香了。七香姐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不好好休息着？我已经休息得够久了。再说，顺儿要离了我，能做成什么样？我先去给十三爷帮忙了。七香，我看你最近气色好了很多。我已经好多了，我没事儿，不必担心我。其实你可以离开，去过你想过的生活，不用再为十三府一直操劳了。七香的梦想从来都不是浪迹天涯，而是能跟家人在一起。如今十三府就是七香的家，福晋和十三爷就是七香的家人。七香为何要走呢？不管你是去还是留，十三府都永远是你的家。好了，可以出发了，走吧。爷，马备好了。好。一翔，爷，马鞭，出发喽！走，撤，撤！给娘娘请安，给二位娘娘请安，免礼吧。麻雀也能飞上枝头呢，不过就算麻雀飞上枝头也变不成凤凰，你说是吧？您什么麻雀凤凰的我不知道，这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到时候你呀，可别人输啊。我纳兰容月会输，你给我等着瞧。
姐姐你瞧，今儿可真热闹。是啊。真乖，一会儿给他们一个下马威。二位娘娘回宫，快！出来了吗？来人，要崩了！这马，保护父亲！是啊，十三弟，小心！控制不住了。是啊，你是小官，这拦住马呀？快！小薇。十三爷，十三爷，十三，怎么办？是，夏，夏，这不是怎么回事？是，来人，快来人！是，来人，快来人！十三，来人，快来人！夏，快！十三爷，慢点。是的。